你挺喜庆嘛。你也挺别致啊。丑话说前头啊，我有喜欢的人了，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我也有喜欢的人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兼职去了吗？你又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去做个小活吗？我帮朋友相亲来着，他刚刚说他有喜欢的人了，会不会是我呀？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来兼职，混口饭吃。那挺好。哥，就是他们两个，装成这个样子，跟了一路了，差点没认出来。打他！走。喂，妈。宝贝女儿，我真的没钱了。天妈妈是吧？你天天在朋友圈发的那些照片、名牌包、豪车，别以为我不知道啊。妈，那些就是拍拍照片，也不是我的。哎，你还想骗我？我都看见了，你天天都发。哎，你别说了。哟，美女，又见面了。这次是一个人了吧？今儿陪我们哥俩喝几杯。你俩谁啊？赶紧滚！美女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我让你俩滚、啊哎！走吧，走吧，晦气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，今天一身都扫上了，真对不起。你喝醉了，你家住哪儿？我送你回家。我家，我家住在松花江上，不对，我的家在这儿。你衣服不错，定做的吧？你长得好帅啊，你看我怎么样？哎，你给我说说呗，你是不是喜欢人家苏老板？我哪有，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？我只是遇到他后不怎么做噩梦了，我也不用再吃药了，胸口也不怎么疼了。我哪有？得了吧你，还不承认？我跟你说，我都看出来了，你经常看人家的微信头像，还傻乐。嘘，一边去。他那么冷冰冰，凶巴巴，我能喜欢他？你怎么了？你胸口又疼了？就是刚才突然抽了一下子。难道我真的喜欢上他了？喂，爸。明天陈老73岁寿诞，你跟我一起去，换一身好点的衣服。你看看你平时穿的什么东西。爸，我穿的不好吗？挂了，我还要开会，明天准时啊。爸，我明天可没空，我明天忙着呢。喂，喂，喂，他挂了。
喂，老爷。你还记得你的老爷啊？也不来看看我，我都想我的外孙女喽。老爷，看您说的，我这不是走不开吗？我也想您啊。那我明天的生日你要来吧？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在怪他，他当年是犯错，不过毕竟还是你的父亲。来吧，老爷想你了。苏苏，这件衣服是妈妈特意为你设计的，喜欢吧？喜欢，妈妈最好了。妈妈，放心吧，老爷，我明天会过去。好了，那我明天等你啊。好，苏苏，微微，来，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闺蜜苏怡，苏苏，这是我男朋友苏泽。你好。好巧啊，你们俩是一个姓，说不定一千年前你们还是一家呢。来，坐坐坐坐。苏苏，你脸色怎么这么不好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我没事，微微。现在的弟弟啊，面上看着都是人畜无害的，实际上心思深着呢，你可得擦亮眼睛啊。这么久不见，嘴还是那么毒。苏苏放心吧，他不是那样的人。我这个人啊，就是嘴毒了点，心直口快。弟弟，你可别往心里去啊。不会，姐姐说笑了，我这个人做什么事啊都最有分寸了。有分寸就好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苏苏，你没事吧？一个大活人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别管他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他平时不这样的。对了，明天我要参加一个晚宴，你跟我一起去吧。什么玩意啊？我们一个长辈的寿宴。啊，那你说我穿什么去啊？只要你穿身上的都好看。苏苏，你还好吗？明天我要去参加一个晚宴，你去吗？一起去呗，认识一下里面的人。我不去了，我还有事儿，我要回去一趟。去吧，苏苏，多好的机会啊！礼服我都准备好了，你要去的话，我再帮你准备一条，你穿上肯定好看。一起去吧。我真的不去了，你去吧。谢谢。